亮剧团最受观众喜爱的《异界人生》，其实已经有20年的历史了。不过呢，因为这个特技杂耍、舞蹈、音乐都非常的经典，所以至今历久不衰。《异界人生》8月底确定要来台湾、高雄、台北演出14场。继续先看我们中视记者带您到香港，先睹为快。两个蜘蛛人双手抓杆，用腰力做出协调动作。用脚往上蹬，人就逆着地心引力向上。蜘蛛人好像无所不能，下面还可以旋转一个人呢。这是太阳剧团《异界人生》中的中国式爬杆。《异界人生》是太阳剧团最悠久的剧码，有20年历史，8月底将来台演出。莎拉的单人高空飞索在绳索上倒钩翻转，而秋千荡起后近乎死亡游戏的特技令人心惊。The shock, you know, is exciting, and sometimes I'm up there, and sometimes I feel scared. 这里是香港的亚洲国际博览馆，巴洛克家族极炫华丽登场，俄罗斯荡秋千让人眼花缭乱，两个人上面叠一个人，三人一线再飞过一个人。Managed to blend.The dancing and the music and the costumes and the lighting and all these elements, these theatrical aesthetic elements that you mentioned, to make it seamless. 太阳剧团第三度来台，不在帐篷里，而是进小巨蛋，舍弃过往可怕的人骨折叠弯曲，展现纯粹的美感。